的当选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地区很多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感受，就是说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人，靠着自己一路的努力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，我觉得他的当选可以给大家很大的鼓励。我觉得他是这一点是让我很感动。是一样也会争取高雄的地方建设啊。当然啊，当然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其实真的，我们这样一路过来，每一次我从云林过来哦，我就会走进了这个山区，就觉得哇，真的蛮偏僻。嗯。可是你只有这么几个在地的地方的人，你才能够去理解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怎么样让这边的老百姓可以过得更好，然后我们的建设所有的需求。我觉得不管老的，不管小的，或者是整个就业情况，就都是要靠一个当地非常认真的人代表来。看看人口能不能破10万？对啊，从30年前说要破10万，到现在都是9万6、9万7。